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97面。597面，从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啊，第三行，至于未已作，会有心除，啊，从这儿看，净严书里面有简单的注解，啊，净严书十元真结法中明慧心处，啊，智慧由心出生，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了，啊，就是真解法中，真解发自于中心，它不是在外面，啊，这个叫慧心处，盖为真实明悟啊，发于自心，名为慧有心处啊。这是为我们说明，真实智慧不是从外面来的，凡是从外面来的，现在人称它叫知识，这是正确的，不是智慧。智慧一定啊，发自于内心。啊，外面可以做助缘，外面决定不能帮助你生智慧。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明了。如果外缘能帮助我们生智慧，我们就不必这么麻烦了。诸佛菩萨大慈大悲，能不能帮我们生智慧？诸佛菩萨在外不在内呀，所以他不能。啊，不是佛菩萨不慈悲，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福报可以给我们享，我们享他的福，阿弥陀佛的智慧没法子给我们，还是要我们自己去求。自己向哪里求呢？向内求，不是向外求。啊，诸佛如来为我们讲经说法，无非都是说出诸法实相啊。这个种的说法，我们了解一切法的真相，就自然能把外缘放下。只要把外缘放下了，我们自心就起作用了。啊，为什么呢？自心里头障碍没有了，障碍无量无边的。啊，佛把它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呢叫烦恼障，第二类叫所知障。第一类来自我们对于物欲的贪恋贪爱，是从这儿来的，烦恼障从这儿来的。第二类呢是我们的这个对于知识的渴求，所造成的，成为所知障，就是对知识的欲望，第一种是对物质生活的欲望，第二种是对渴求知识的欲望，求知欲。所以总而言之，所有的烦恼都是从欲望生的。欲望是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是假的。为什么？自性清净心里面没有欲望，欲望生自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妄心里面有这个东西，真心里头没有，真心什么都没有，但是自己真心本来具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是自性本具的，不是从外来的。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就说过，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一样都不缺。所以从自心里面去求，这是正法。从外面求呢，那是邪法，不是正法。大乘经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心外无法，这说得多清楚啊。所有一切法都是心现的，识变的，所以法外无心。心在哪里？心在万法，它已经变成法相了，这个相已经起作用了。那么这是真心。里面含有邪思、邪念、邪知、邪见，所以它变质了，变成烦恼，变成妄想，变成分别。凡是境界里面的东西，就像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我们在这个柱子前面读过，古大德有一句话讲得真好啊，叫不断之无，前面我们念过，确确实实是无，但是这个无啊，它不间断，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
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产生很大的误会，以为他有啊，不知道他是无，不知道他是空。这个我们不能够不明了啊。又往昔无量寿经超越，以往即断了真理或真，彼能证之不由他生，必有心处。这话说得好啊，一是烦恼，贪嗔痴慢疑。烦恼分为五大类，啊，以往断尽。这个五大类烦恼，一是最后的。那一要是断尽了，前面全都断尽了。前面没有断，一决定不会断。啊，随世尊教学，宗旨就针对这一个问题，啊，帮助一切众生破迷生信，转迷为悟，啊，都在这一字上下功夫啊，不疑了，你就相信了。这个心叫真心啊，我们现在这个心不真啊，为什么不真呢？知道做不到，不是做不到，里头有疑。如果一丝毫疑情都没有了，你肯定百分之百做到。啊，这也是检验我们自己修行功夫的一个标准啊，那就是看我们没有百分之百的做到，要相信自己的一根没有拔掉啊。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许许多多不如法的事情，就是跟信德不相应的事情。贪嗔痴慢也都是标准。为什么还有贪心？为什么还会吝啬？为什么还有嗔恚，还有怨恨？啊，为什么还会有傲慢？全都与疑有密切关联。于是我们才能看出佛陀教学的善巧。啊，教学的方手法的高明。啊，让我们明白这些道理。真正明白道理，这个智慧也发于自心的，你自心本有的智慧，
这个说明就是与知识不相干，不是知识，是智慧。知识是外来的，智慧是自心所生的。但是外面可以帮助里面，换一句话是能够诱发诱导啊，开发我们自心的智慧。佛是用这种方法了。那我们学的人要会学啊，什么叫会呢？古大德常常教导我们用真诚心去学。真诚里头有没有意义？没有啊，有疑就不真诚了。印祖讲得好啊，一分真诚得一分利益，十分真诚得十分利益，百分真诚你就得百分利益，万分真诚你就得圆满的利益。所以真诚里头决定不夹杂疑惑，那么由此可知，真诚心能够出现，还是要断疑啊！啊，学经教的目的也就在此。啊，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讲经教学？为了让众生逐渐逐渐明白诸法实相，啊，真正明白了，真诚心就现前了。为什么呢？疑惑没有了，就障碍没有了。啊，疑惑没有了，肯定贪嗔痴慢也都没有了。哎，因为它有连带关系。啊，疑是根。啊，往昔无量寿经超越，看以往即断，设理或证，设理是心性的，设理或证呢，就是明心见性。必能正知啊，这是讲能正的那个智慧，不由他生，必有心处。能正的智慧是什么呢？在阿赖耶里面讲四分，这一句就是正自正分，自正分是实理，就是自信。你怎么知道有个这些自信？啊，这个智慧叫正自正分。我们再用一个佛语，佛教的术语来说。正自正分，
就是自性里头本有的般若智慧，它不是外来的。这个智慧现前，我们是被烦恼搅乱了，它变质了。无量的智慧呀，它变成无量的烦恼了。我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把它搞乱了。如果离开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它就恢复正常了。正常就是自性本具般若智慧。佛法里也叫它做佛性。佛是觉啊，自性里头这一部分是觉，觉而不迷叫佛性。法性讲得大，法性里头包括佛性。佛性能证法性。法性是自证分，佛性是证自证分。我们精神现象是见分，物质现象是相分，阿赖耶的四分呢。这把阿赖耶就讲圆满了。四分搞清楚了，诸法实相就明白了。明白之后再也不执着了。不但对相分不执着，见分也不执着了。相分不执着是《金刚经》上的破四相。见分不执着了是破四见。金刚经后半部讲，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四见破了。四见破了是法身菩萨。四相破了是小果圣人。都算是有成就了。《无量寿经钞》这里面一段文，令老有解释，改为先以永断，先是先好，一丝毫的疑惑都永远断了。都没有了，这个时候怎么样呢？没有障碍了，朗然大悟。禅宗里面讲的大彻大悟，一丝毫的疑惑都没有，自自然然大彻。让我们想到当年慧能大师在世，夜晚在五祖方丈时，五祖给他讲《金刚经》，慧能大师对五祖的心态万分沉静。真的是一丝毫的疑惑都没有。五祖用《金刚经》，因为《金刚经》跟他有缘，过去世中生生世世都学习《金刚经》，缘很深。
啊，用这个来调度它，果然有效。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豁然大悟。自信里面般若智慧立刻现前了。般若现前，那就是照见了。啊，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啊，照见五蕴皆空。啊，照见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真正看到现象，啊，现象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断之物，妙不可言。他一个念头一个念头确实是不间断的，但是每个念头都空寂，都无所有，念念无所有，念念毕竟空，念念不可得，妙了。从根本止起作用就是厚德智，厚德智所显现的无量无尽的善巧方便，那五祖将衣钵马上传给他了。啊，他就是宗门第六代祖了。这个表演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啊，让我们真正看到觉悟的诀窍。啊，他怎么觉悟的？啊，五祖用的方法巧妙，慧能大师也真会。啊，会看会听呢，所以他是会觉悟啊。得一成道啊，能证此一成道之智，必从自心出。绝不从他处生也，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我们想明心见性，想见性成佛，这个智慧是一定从自己心里生出来的，啊，决定不是外来的。啊，如果是外来的，我们就不必修了。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他能给我们。我们真能得到，不是这样的，一定要你自发，自动自发，什么人都帮不上忙。啊，设方诸佛到你面前也束手无策，只有你自己，自动把疑情放下，不再怀疑。啊，疑情真正放下，那些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了，他们就起作用了。啊，他用方便智来逗你，来启发你。啊，像开保险柜一样，
号码一对了，门一拉就开了，这对上了。迷在自己，不在外面。我们明了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对我们自己的修学有很大的帮助。从此之后啊，不再心外求法了。下面慧眼说曰：断除以往，则智慧自生。由心者，无私智，自然智，而不由他物。无私智是没有老师，自然智连起心动念也没有啊！无量无边的智慧也，自然就生起来了。所以不由他生，故曰慧由心生，于不由他物啊。上至三处可以互参，上面三种注解，净严素往昔的抄，跟慧素这三种。我们可以合起来看，总之则为朗然大悟，正如实相啊。总是综合啊，看看三位祖师所说的，你把它合起来看，无私之、自然之等等妙之。秉然其心，无量无边的智慧，秉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然一起现前了，这起作用了。物有自心，非从外得。在这里又提醒我们，是自己，所以你自己本来是佛。本来不是佛，你怎么能成得了佛？哪有这种道理？你本来是佛，所以非从外得。从门入者不是家珍，从门入者从外面来的呀。家珍是自家的珍宝，智慧、德能、相好，是家珍。自家本有的，不从外得了。六祖慧能大师曰：“逆在如变。”这一句话是《坛经》上的。是慧明大师，你在坛经上看到他有简单的介绍，没出家之前他是四品将军，他是个武官，
四品阶级相当高了。如果我们用今天这个军阶来看，一品是四星上将，二品是三星上将，三品是中将，四品是少将。这就是看出慧明法师他在世俗是将军啊。慧能大师得了一波，半夜逃走了，寺庙所有的人分到四面八方去追，去找他，想把一波拿回来。慧明遇到了，别人没追到，他追到了。六祖在这个时候没法子啊，保性命要紧啊，所以一钵就放在外面，大路旁边放在石头上，他就躲藏起来了。慧明追到了，看到人不在，一钵在。去拿这个一钵，他提不动。注意想想，四品将军。这个衣钵这个包袱拿不动，他马上就觉悟了，立刻就改变心态，求慧能大师出来，我不是为衣钵来，我是为求法来的，马上就改变态度。能大师听了这句话，真的就出来了，这就坐在石头上。慧明法师就跟他礼拜，向他求法。能大师跟他一说，他真开悟了。开悟之后，就问能大师，还有没有秘密？慧能大师回他一句，逆在汝边，秘不在外，在你自己。就说这句话，逆在汝边真的不是假的。这个秘就是前面讲的诸佛密藏啊。故知诸佛密藏本来具足，悟则明显不从他得。以佛法这个一般来讲，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都在你自己心里头，不在外面。你向你自心去求，就通通能发现，你到外面去求，怎么求也求不到。外面求是求的知识。今天我们讲佛教知识、佛学知识，与你自信毫不相关呐。故云：得一成道，不由他物啊。这就是你自己一定要相信你。本来是佛，我们中国老祖宗告诉我们，人心本善，人之初性本善，你要求学，一定要肯定自己，本心本善，本善是本善就是圣贤。佛说你本来是佛，要用佛这个话套他的话来说，老祖宗告诉我们，你本来是圣人，你本来是贤人，
啊，圣贤在哪里？是你自己啊，不是别人啊。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变成凡夫，变成这个样子？是我们自己不要圣贤了。啊，佛说我们本来是佛，我们现在不想去做佛，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啊，跟着一切法有心相生，说法界心相生，六道心相生，三途也是心相生，佛菩萨也是心相生，极乐华藏还是心想生，你心想什么它就生什么，你记住，所设这一切现象，包括极乐世界，包括华藏世界，包括阿鼻地狱，所有现象都不是真的。是什么呢？不断之物，这个话说的有意思啊，不断之物啊，相续之空跟不断之物一个意思，或者是相续之有，有人假象啊，这三句话是同一个意思。那么你在这个现象里头，你成佛了，在这个现象里头没有拘束了，你得大自在了。所有现象呢，你可以尽情去欣赏，你绝对不会起个念头说我要占有它，我要控制它，不可能有这个念头。为什么？那妄念，它是空，它是无，你怎么能占有？有是相续之有，不是真的有。啊，你肯定不能占有它。所以你得大自在啊，啊，这个道理啊，你觉得你一定要懂，不能不懂。啊，明白了，你就解脱了。你就误入了啊！你怎么误入的？还是用你自信的智慧，不是外面来的啊！只有自信真知才能够误入。这一品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我们接着看下面，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品，念老在前面为我们介绍本品续前啊，这一品的内容接着前面来的啊，同名啊，同时跟前面完全相同，还都是说明极乐世界的菩萨自利利他之妙德，菩萨功德了说不尽了。经文分了三大段，第一大段呢，先以喻名，佛先说比喻，
第二呢，明真实功德；第三呢，蒙佛赞叹。啊，极乐世界的菩萨确实得到十方一切诸佛的赞叹。为什么？真实智慧，不是真实智慧，你怎么能选择这一个修学的道场？你怎么会选择阿弥陀佛做老师？啊，换一句话说，你选对了学校，你选对了老师，这不是运气，不是偶然，是什么？真实智慧，真实功德。啊，这一生没做什么功德，过去生生世世肯定做了大功德，要不然哪有这种善根福德因缘。纵然这一生造作了很多罪业，没关系。那是什么？一时迷惑。现在明白了。现在明白，跟过去世的善根福德就连上了。你遇到这个法门，才能生起欢喜心，才真心。真正能理解，真相往生。那么在这一生当中，你就非常有可能真的往生极乐世界去了。那么这部经，这部注解对你会产生很大的助缘，帮助你了你的心愿呢。请看经文：其志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像须弥山一样。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这是第一段。第一段给我们讲妙德之体众多啊，殊胜啊。这第二段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习诸尘垢，直胜如火，少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这第二段是讲德用，你看，第一段是讲德之体，都是用比喻说；第二段是讲其用。下面第三段是利他，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运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拘泥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这一段是讲
教化众生的大德。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第一，这是第一大段，乃以诸欲欲极乐菩萨二力之德行。前面两段是自利，幕后一段是利他啊，所以是二力德行的。手以大海与菩萨的智慧之宏深啊，用大海来做比喻。其智宏深譬如巨海，就这两句啊，手以大海与菩萨智慧之宏深，宏即广大，如华严云，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啊。这一句经文后来祖师大德把它放在三皈依里头啊，我们早晚念三皈依，这是最简单的早晚口啊，自归依佛，当愿众生深入经藏啊，这是第二个，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啊，变到三皈依去。这个地方我们一定啊要明了，特别是念佛往生道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这人有智慧吗？没智慧。为什么没智慧？他现前没智慧。过去有没有智慧？你不能说他过去没智慧。将来有没有智慧？生到极乐世界，智慧就现前。为什么？障碍没有了。我们可以这样说法，都是事实。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乃至于出生，乃至于恶鬼，乃至于地狱啊，地狱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有啊，魔鬼道也有啊。现在好像我都听人家有好多人告诉我，鬼畜生往生的比人多啊，人往生的这个数量比不上魔鬼畜生，这话说的有没有道理啊？细细想想啊，挺有道理的，不是假的。啊，那么三恶道的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他凭什么？过去生中所修的。啊，这一生生在三途。经上有比喻说，富贵学道难，富贵人生活太忧郁了，不想学道啊，但留念现前的生活。第二个人贫穷学道难，三餐饭都吃不饱，哪有心去学佛
我们就特别用后头这个例子。三卧道就像贫穷的人啊，他太苦了，他还有什么心思去学佛？那么他在佛法上得的受用，全是过去在人间修的，修得不错。临命终时，一个错误的念头，堕三途。修得很好啊。临终的时候，贪欲没断掉，卧轨道去了。如果临终还有别人跟他过不去，他还有怨恨，哎呀，我还没报复他，这个念头一起呢，地狱道去了。临终的时候迷惑，是非真妄不能辨别，畜生道去了。所以是真修行人，还真有一点功夫，临命终时一个念头错了，都想我道，可不可能？大有可能啊，不是一个两个，太多了啊。早年李老师告诉我们，他拿一台中莲社为例子，一万个念佛的同学，真正往生只有三个五个。那大多数人到哪里去呢？都到三恶道去了。临终一念差错，这个临终一念差错是非常容易啊，所以我们自己要提高警觉，就怕临命终是自己保不住。最好的方法就是现前把万缘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临命终时不一定得寿命终了，你念到功夫成片，自然往生，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这叫真有把握，真正是一心不乱，心不颠倒。活着往生，不是死了往生啊，还有寿命不要了。我们这个念头一生不寿命不要了，阿弥陀佛就知道，阿弥陀佛就来给我们约定时间来带我们走。你说多自在，这样的人有啊，不是没有啊，有时候我们看到了，听到就更多。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所以在这一生当中，只要我们一口气没断，这个机会我们就有。一口气没来啊，我们的机会就失掉了，随业流转了。这是一桩很可怕的事情。在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通通不重要。这是假象，时间很短暂，你死了之后一样都带不去。真正警觉到万缘放下，一心念佛，就成功了。
啊，有能力，还有一点力量，尽心尽力帮助正法救助，帮助苦难众生破迷开悟，这是无量功德。我在日本遇到一个同学，很发心啊，年岁不大，大概50左右的样子，他发心用自己的财力去刻大藏经啊，刻石头，这个不容易啊。我们在北京房山看到了古人所刻的一套完整的大藏经，用了多少时间呢？800年，不是80年了，世世代代啊，好多代啊，接着干这门事情啊。啊，花多少钱？啊，为什么？为正法救助，怕将来灾难来的时候，这经教会失掉。啊，可是你不知道，如果一个大地震，这套经不就完全毁掉了？啊，末法时期之后，除念佛往生极乐世界这个门路还行，还能办得到，其他各宗各派啊是好，你修不成功啊，通通要断烦恼，你能断得了吗？佛早就看清楚了，告诉我们末法时期只有净土成就，除净土之外都不可能。所以我就劝他不必刻全部大藏经，在大藏经里面挑个10种20种啊，30种，大量流通啊！我刻这个诗经不能在一个地方，我最好能找10个地方、20个地方啊！为什么呢？不至于完全毁掉，总会有几个地方留在，这样子好啊，这个才能安全呢。啊，还有个方法呢，现在印刷术发达，印书成本很低，大量翻印啊，我这一部经印10万本，分藏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啊，有些地方有灾难，有些地方没有灾难，不就留下去了吗？这是个好方法了。中国古代那个时候没有印刷术啊，经要手抄啊，是那个真不容易啊！啊，现在印刷术这样发达，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便利。啊，花那么多的钱去造这个石经，不如拿那个钱来印大藏经。啊，他那笔钱拿出来，我想印大藏经至少可以印10000套啊，分10000个地方去收藏啊，
真正学佛慧命的啊，在供养上供养真正研教的人啊，不是研究大藏经的，学经教的，你给他们用啊，他放在经橱里头一辈子都不会打开，那有什么用呢？啊，放给真正读诵研究，这个有管用。啊，所以如其在寺院里面供奉这一套大藏经，不如在大学啊文学系或者是哲学系，他们研究经教的放在他们图书馆会起作用。我们要发这个心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所以一定要向三皈依真正发心，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啊，要帮助众生学习经教。啊，现在学习的人少了，讲解的人也少了。啊，呈现起科学技术还在。啊，我们用卫星、用网络、用光碟来流通。如果万一真有一天，像美国拍的电影片《2010》那样的，那整个科学技术就毁掉了。啊，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电了，所有这些电器用品都变成废物。啊，到那个时候什么东西管用呢？书本管用。啊，今天年轻的同学们要认真努力学习啊。你学习不是为自己啊，是为了传法，把世尊的法世世代代传下去，不至于断绝，这个功德无量无边了。啊，学不要学多，学多能力做不到，学一部经，一生学一部经，讲一部经，教一部经。啊，一部经学好了，智慧开了，触类旁通。你再学个几部经，学十部经，传十个人，一个人一部经，每一个人再传十个人，就有一百人了。这个方法几千年来世代相传呢，都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可靠啊。啊，要很努力。今天我们已经懂得这个方诀窍了。诀窍是放下。啊，万缘放下。一心专念，没有一个不成功的。世界上人多，各行各业很多，我们只选一行，传承古圣先贤，传承佛菩萨这一行。
啊，这一行做好了，能够利益广大的众生。那么要做这个事业，先要成就自己，自己不成就，这个愿是虚愿，不能兑现的。啊，自己成就了就能实现。我们再看下面第二句，即以须弥，譬菩萨，菩提之高妙啊！啊，这第二句啊，菩提高广啊，欲如须弥。须弥是山的，佛告诉我们，这个小世界的中心是须弥山。啊，须弥山高，须弥山妙。须弥山在哪里呢？过去确确实实有不少人认为地球上第一高山喜马拉雅山，认为那就是地球上的须弥山。可是跟佛经上所说的呢又不一样。佛经里面讲须弥山的四周，这个 周围是四大洲。我们是在东方，须弥山的东方，印度在南方，那北方呢？北方是西藏，是新疆。佛说须弥山北面是白居露洲，那里的人福报很大，一切受用都是自然的，寿命1000岁啊，短命的很少很少，几乎看不见。那我们看看西藏人，看看这个新疆人，没有活1000岁的，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啊！啊，于是我们对于这个说法就产生怀疑。啊，现在科学发达了，佛说日月绕着须弥山的腰围绕。所以我认识黄念祖老居士之后，他在生前，我每年大概都会有3次碰头。啊，他出来不方便的，我们进去比较方便。一年至少有3次到北京去看他老人家。啊，我们谈得非常投缘，因为弘扬无量寿经呢，用夏老这个汇集本，在海外就是我一个，在国内也就他一个。啊，那我们两个碰头就特别有缘分，讨论到须弥山问题，他告诉我，须弥山实际上就是现代科学家所发现的银河系的中心。啊，银河系的中心确实是妙是高。这个诸位说，如果在太空你看这个星系图，你能看出来银河系像一个盘子一样。啊，像吃东西盘子一样圆形。啊，
当中确实高出来，旁边就慢慢低下去。高啊，它妙，妙它的能量特别大，啊，它是个黑洞，叫科学名词叫黑洞，有巨大的能量，连光都逃不出去，说光都被它吸收进去，就这么大能量。啊，那玛雅的预言呢？讲明年2012。啊，明年有个特殊的天象，就是银河的中心，太阳跟地球排成一条直线。啊，这样排成一条直线呢，有麻烦。因为它的能量太大，在想象当中呢，会引发太阳风暴。啊，太阳风暴，中国古代称为太阳黑子。啊，这是在汉朝时候就被人发现了，我们中国历史上都有记载。啊，它的周期性是11年，每11年。有一次大爆发，那么这次刚刚好碰到这个银河对齐，就怕它引起大的风暴，引起大风暴就威胁到地球。啊，最小的威胁是把地球放射在太空这些卫星会全部毁掉。啊，那这个威胁对地球上的居民还不至于造成麻烦。啊，顶多是通信没有了。啊，对于航空有影响，有很大影响。啊，对于航海影响比较小一点。不能说没有。啊，最怕的是这个太阳风暴，它有种抛射物把太阳里面的东西抛出来丢出来，这个东西丢出来要到丢到地球，那个麻烦就可大了，那会引起地球上巨大的灾难。啊，现在大家担心这个可不可能发生呢？科学界里面的人他们的看法，一半认为非常有可能，另一半认为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啊，影响肯定有，不至于很严重。啊，这是科学家的看法，提供给我们做参考的。所以有人讲啊，明年这个太阳啊银河对齐是明年12月吧。啊，这所谓说它是地球的末日。啊，末日我们佛教不赞成。佛法的法运后面还有9000年，啊，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是12000年。照中国古人的记载，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是3038年。啊，正法过去了，相法过去了，末法10000年呢，才过去1000年。我们现在是第2个1000年的第38年，后面的日子还长呢，哪有什么末法？啊，这一桩事情，早年我请教过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告诉我，
末法时代灾难是有，但是不会是末日。啊，佛在经上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地球不会毁灭，地球会存在。啊，地球上的灾难肯定有。啊，遇到灾难的人呢，当然也肯定有。啊，地球不会毁灭，中国不会毁灭，我们要有信心。啊，中国为什么不会毁灭呢？你细心去观察，中国最近5000年来，这个族群，过去的老祖宗，他们做些什么事情，你就明白了。老祖宗积德了，5000年来，他们自己行，履行仁义道德，教育后代也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这种教育一直到清朝末年都没有改变了。中国这个族群什么起家了？仁义道德起家了。虽然最近150年我们把伦理道德疏忽了，丢掉了，遭受这么大的困难，绝不会忘过啊，这祖宗的德行啊，祖宗的保佑啊，这是全世界找不到像中国这样一个家庭，伦理道德起家。啊，在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族群了。我这一次到日本去讲经，啊，我就告诉日本的朋友，日本跟中国是一家人呐，这个要知道啊。日本的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我到日本去就感到回到中国古时代啊，他们从中国学去的东西到现在没有改变的，这个真是令人尊敬啊！啊，这一次我到日本讲经地方是乡下，啊，在冈山县真田市。啊，一个小镇。啊，我过去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就在真田，在这个冈山县开的，所以这个地方我去过2次。啊，那一边有个华侨，中国大陆人，恒发心。虔诚的佛教徒建了一个小道场啊，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净宗学会啊，日本冈山净宗学会啊，这次讲经就在这个净宗学会，人民淳朴，没有贪心的啊。赵居士告诉我，他们全家出去旅行2个星期，他那个店门关到了，没有上锁，一推就进去了。我听了都呆了，这个时代还会有这种情形在？所谓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啊！这次我第3次住冈山，真如此。所以
日本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比中国容易。啊，人民非常淳朴，非常厚道。啊，我们去的时候看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尊重啊。啊，所以我告诉他，中日是一家，要相亲相爱，要互助合作。啊，他们遭这个这么大的灾难，就问我用是用什么方法救？我是用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全是中国文化。啊，我告诉他们，今天救日本只有一个人，他问我是哪一个，我说日本天皇。天皇在人民心目当中是最值得尊敬的人。啊，如果天皇出来推动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一定成功。真的能救日本。啊，给全世界做一个和谐示范的榜样，无量功德，是好事情啊！啊，这一次去很难得，也是灾难引起的。啊，他们的前首相鸠山由纪夫邀请我，啊，再加上他们的佛教会。水谷新政长老，啊，这跟我也是老朋友。他今年也83岁了，啊，日本我去过7次，所以老朋友很多。啊，这一次去讲经，我一个人也没通知。啊，我只是写了2封信，感谢鸠山首相跟水谷新政长老，啊，他们的邀请，我们对日本尽一点绵薄之力。啊，这一次去，他们还告诉我，日本民间有个传说，他们第一个天皇。是什么人呢？秦始皇派徐福带了500童男500童女到海上去求神仙，一去没回头就到了日本了。第一任天王就是徐福。我说那我们是一家人啊。他问我有没有这回事情，中国历史有记载。有这个事情啊，所以呢，全是中国传统文化了啊！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在日本兴旺起来，说也能够带动中国啊，也能够带动台湾，好事情啊！我们非常希望他能做得成功。啊，那么这是用须弥山来做比喻，菩提就是智慧，啊，菩提特别是智慧，啊，前面讲智，这个地方菩提还是讲智，智慧，大如巨海，高像须弥，啊，都是赞叹智慧，你看智慧摆在第一，只有真实智慧呀。能解决问题，只有真实智慧能帮助你证无上的佛果。啊，这个地方
也简单给我们介绍须弥山，啊，这是念老介绍的。须弥山，乃一世界之中心，意为妙高山。啊，乃一个世界的中心。慧林英译曰：“唐云妙高山。”啊，唐朝翻译的时候。啊，把它翻成妙高。四宝所成。故云，故曰妙啊。除过众山，越高。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它更高的山。或云妙光山。因四色宝光明过亿照世故，啊，宝放光，啊，所以也称为妙光。又云安明山，这个名称比较少见，啊，念老在此地通通给我们取出来了，明。居妙光的意思，啊，富含清净无垢意，安呢是定也，不动也。故宋义云：“坚固不动啊，如须弥山。”啊，经论上有这么多种的翻译说法，啊，经以此为喻的。以须弥的四宝所成，表菩萨之菩提，乃万德之所庄严。山之妙高，欲此菩提，更无有上啊！山之妙光啊，欲其慧光常照世间。山之安明，安贤妙定。如如不动，明欲洁净，如宝无垢。啊，微光，微光，微德之光啊，此光即智慧之光。这个微光，用现在科学的名词叫磁场。啊，说磁场，大家都知道。啊，微光实际上。就是今天所讲的磁场，啊，这个这些经论著述，都是为我们显示须弥山的意义。啊，虽然说的不是很详细，我们对须弥山呢有个粗浅的概念。啊，它是表智慧。啊，在此地是表法，表智慧，表智慧的体，表智慧的相，表智慧的作用。下面看位移，这就是康僧铠的译本。啊，他译作慧光明净，超于日月。啊，慧疏就是位移的注解里头的一种。超于日月者，日月有亏有盈。慧光不然，日月呢有出有没，慧光常明。日月不照心内，慧光能照；日月不周啊，慧光周遍故。这个周是周遍。故云，自生微光啊。
超于日月。那我们念到这个地方，总结里的最重要的意思，智慧光是自己内心流出来的，不是从外头来的。啊，这个意思非常重要。啊，所以称为自身为光啊。日月的能量太大了。地球如果没有太阳，地球上的所有一切生物就不能够生存。啊，所以阳光给予地球上的生命。啊，阳光是一种能量，所有一切众生生命的源源。但是我们自身是有光，比阳光还要殊胜，可是现在这个光呢，发不出来。这个光变质了，变成什么？变成无明。光本来是明的，现在不明了。啊，照的作用啊，没有了。啊，这是什么原因？这是我们自心里头有了障碍。自心的障碍，障碍住自身的微光。所以佛在经上说得好，一切法由心想生，外面的日月是心想生，自身的微光也是心想生的。心想不可思议，没有心想的时候，智慧德能，光是属于德能里头的，想好。他不起形象，啊，没有形象，但是他有体，他有用。体不生不灭，遇到缘它能现象，啊，自信的性体在净宗称为常寂光，啊，净宗有四图啊，第一个常寂光图，常寂光图是自信。啊，自性里头没有现象，啊，三种现象都没有。这三种现象，自然现象、精神现象、物质现象，它全没有。啊，但是这三种现象，自性通通能现。啊，它现要有缘。缘是什么？众生之感。只要众生有感，自信它自然就有反应，这个反应就会现这三种现象。啊，现自然现象，能量
啊，现精神现象、信息、现物质现象，啊，自然能现的。所以从能现不能说它无，从空寂不能说它有。这是说自性啊，啊，身体是共同的，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以它为体，都是它变现出来的。华严经上说得好，能生能现啊，阿赖耶能变我们看地藏菩萨经地藏本愿经的注解古注很少只有一种啊，前清林承福法师他注的叫科注啊，我们过去学地藏经讲地藏经都是依这个注解啊，这个注解在五重玄义里面标题标得好啊啊，他用信实这样的字样，这是我们看古注里头很少有这种字样啊，地藏经科注它用信实，信是自性，实是阿赖耶，信能生能现，实能变，它讲圆满了。啊，科注以天台大师五重玄义啊，这五个课题都用了现实啊，当时我们看到这个题我们很赞叹了，很欢喜啊，所以学佛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要相信佛的教诲，教诲里面最重要的告诉我们本来是佛，告诉我们智慧德相是自心本有的，我们真的相信真的接受，对外那一种祈求的念头啊，就断了，不会再想啊，向外去求了，向外求不到，向外求的全是知识，不是智慧。啊，求智慧一定向内求，所以佛的经典叫内典，说明。佛所说的是自性流露的，不是知识啊，不是释迦牟尼佛广修多闻而来的啊，他全是自性流露的。佛陀很难得，确确实实他向外求法用了十二年的时间，但是十二年所求的呢，最后他放下了，哎，在菩提下菩提树下入定了，把十二年所学的放下了。
也都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如果所学的不肯放下，就变成所知障，障碍他入定，障碍他开智慧，障碍他明心见性。所以他必须做这种事情给我们看呐、告诉我们真正要想明心见性，真正要想般若智慧现前，一定要向内求啊，向外你的方向错了，你的路走错了啊！所以这个视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再加上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为我们视线的身份是樵夫，是靠劳力生活的人，生活非常清苦啊，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啊，可是他有智慧，智慧从哪里？从内心来的，不是从外来的。啊，外面他们有涉猎过，除了早年啊，每一天到野外去砍柴啊，卖柴，得了一点钱去买一点米，买一点菜，回家去供养他老母亲。他没有学过啊，世出世间都没有涉猎过，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智慧？为什么有那样的辩才？啊，这从哪里来的？都是从自心来的。师尊跟六祖两个人的视线，我们可以合起来看。可以把它融会贯通啊。渐渐我们就能体会到啊，圣贤人他们所用的方法，他真有效啊，帮助我们启发智慧啊，智慧是自信的有，我们今天智慧失掉了，是心里面生起了妄想分别执着，把智慧变成烦恼，把智慧变成所知障。如果我们能够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放下，烦恼就不见了，智慧就现前了。所以你说要不要学？不需要啊。啊，不需要，要真放下。
那真的放不下呢，那还是要学。啊，所以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劝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学习。那个地方学习环境好，特别是人事环境，老师好，同学好，啊，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人，身心清净，一尘不染啊！世尊告诉我们，那里皆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我们参加诸善上人的聚会，自己也就成了上善之人。啊，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为别的，是去上学去的，啊，参加培训班去的。我们去干什么？一定要清楚，要明白。那个培训出来，毕业之后就做佛了。啊，是成佛的培训班，保证成佛。这下面给我们介绍雪山，啊，说雪山呢，就是大雪山，南瞻部洲，此山特高，冬夏积雪，故名雪山。雪山洁白，以喻戒德与定境。啊，金星云：定境满德了，如雪山也。啊，那么这叫许许多多祖师大德，都把它看作是喜马拉雅山。哎，这个大雪山。现在时间到了，这一段，我们下午继续再学习。